这样唱一唱二十几年了，不得了。不过这两张专辑我也是走遍很多的国家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唱的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音乐，到很多国家去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去坎城啊，有啊，我们都出国，像比如说兰屿啊、绿岛啊。你都是去钓鱼啊？好是。OK， 来，接下来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？
见。